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出去3分钟左右，完蛋了，跑挂了。看看什么原因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通过。我看一下什么原因。那你拿好别的啊，开太慢了 ，speed。哦，你是在 El Camino 那个路上开到了23迈，对吗？就是出去那个限速35的地方。嗯。应该开多快？35的限速开多快？30到35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太快了！我一看你这么早就回来，就觉得就完蛋了。嗯，紧张吗？不是特别紧张，我跟你练车的时候已经紧张过了。哦，那就再考一次吧，你就这样吧。行，再考一次。对。